大家好，我是武侠。那马上要播出了，对自己表现有什么惊喜可以剧透一下吗？这个舞台的吗？对，这个舞台我可以说吗？可以稍稍的剧透一下，一点点，一点点的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我不知道怎么说呢。这个舞台是以前的舞台是 hip hop 这样的感觉，这样的感觉，这样的感觉，韩国的 style funk， 但是这个舞台是一个作品有韩国的 funk， 所以应该好看，好看的舞台。今天是盛典之夜，你紧张吗？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吧，武侠的，所以有点紧张，但是我也期待这个舞台。为了今晚的盛典，一练习的辛苦吗？辛苦。有点累，但是累，我喜欢累的感觉，很多练习练习练习，每天熬夜练习熬夜练习，真的喜欢，所以现在我有自信，今天的作品你们也期待哦。那可以让大家期待一下你的舞台吗？大家期待一下哦，拜拜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